转载自百家号作者叨叨回载 DK 老帅做客虎扑，回答了粉丝们很多问题。在互动过程中，老帅不仅与我们分享了备战亚运会的故事，还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 KPL 秋季赛的期待。以下为粉丝们与老帅的问答原文。个人问题偏 Q， 真的假的？你还打职业吗？ A， 假的，在办退役手续了。 Q， 退役是认真的吗？会去做主播吗？ A， 你真可爱。 Q， 退役会转教练吗？ A， 有可能吧，我也不确定。 Q， 退役后会以直播为工作吗？ A， 大概率不会。 Q， 怎么走上职业这条路呢？准备打到多久退役呢？ A， 可以去找找类似采访啥的，会讲的比较详细。 Q， 老帅比打职业是不是陪家人的时间少很多？ A，其实留给自己的时间都很少了。 Q， 老帅你好久没直播了，下一次打算什么时候直播啊？ A， 估计要被虎牙制裁补时长了，看情况吧。 Q， 想问夏老帅，在人生的历史关头都需要考虑什么？转会那一晚上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呢？ A， 思考周全，下定决心，直面未来，永不后悔。 Q， 老帅还想问一下，除了王者荣耀你还有其他喜欢的游戏吗？你吃鸡牛逼吗？ A， 我一颗闪光弹框下嘎的一颗烟封住孤存，瞬间秒掉了 Luka 小醒目，然后开车撞死剩下两个，常规操作，一般这种事情我不爱和别人讲。 Q， 你好老帅，现在想要成为职业选手的话，除非了水平之外还需要哪些途径呢？A， 除了水平之外还需要有团队配合和游戏宏观理解，这些当然都可以归结为水平，但你指的水平可能只是游戏操作。途径的话有公开招募，到各个俱乐部试训，进青训营，现在被动的被发现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Q， 那么问题来了，老帅体重？ A， 反正打职业胖了30斤。 Q， 老帅请问作为 KPL 两大天王集中单，你跟猫神两人比较的话，谁更胖呢？ A， 现在的我还是要更胖一点的，但争取变瘦吧。 Q， 电子竞技大有可为，这个会不会是别人画的大饼啊？老帅你怎么看呢？ A， 或许发弹娱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产业，而电竞是其中一个前景相当好的。 Q， 老帅比了解到你打职业之前是做房地产销售这个行业，咱俩是同行，想问一下你当时业绩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我？ A， 我还是不说了吧。 Q， 看我看我，打职业以来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A， 我还真想不到，拿冠军最开心吧，但是我还没拿到亚运会偏。 Q， 老帅比老帅比，你感觉我和王者荣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以后有可能同化吗？ A， 区别太大了，同化是所有人的期望吧，希望可以合到一起。 Q， 天美有没有向国外出王者荣耀原版的想法？ A， 好像有，韩国反正要开联赛了。 Q， 老帅之后如果亚运会或者奥运会有的比赛，你还会参加吗？ A， 我也不知道，可能比现在更纠结。俱乐部偏 Q， 你好老帅，请问一下 AG 和 GK 合并这个传言是否属实呢？2018年可秋季赛加油，期待你的表现。 A，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谢谢。 Q， 你期待 GK 和 AG 合并吗？ A， 我并不期待。 Q， 请问老帅你怎样看待 AG 超玩会的陨落？没有别的意思，想听听你的看法。 A，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一定逻辑的，所有好的坏的积累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爆发，回顾历史也是一样，持续的问题和错误会导致消亡，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会走向辉煌。 Q， 王天龙是不是真的骚？还有新赛季你打什么位置啊？求一个中单老帅。 A， 有点骚的。 Q， 老帅你与可那么多选手一起并肩作战过，最欣赏谁，影响最深的谁？ A，
影响最深的就是小鱼阿姨派了。 Q 联盟中最好的朋友是谁？只许回答一个哈。 A 阿姨派 vs BDQ 老帅。想问下晚上小鱼要开首播了，你怎么看？ A 祝福他，小鱼是个很 nice 的人，希望吃瓜群众不要攻击他。游戏篇 Q 那么问题来了，应该坐在哪些才能像你一样中单，永远有用不完的英雄还特别 carry 呢？ A 别夸了，受不起，多练吧。 Q 老帅你还会打中单吗？很喜欢看你比赛。 A 可能会吧。 Q 就问下 KPL 是不是已经把中单大桥体系开发完全了。 A 七七八八了吧，还没完，没感受到，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空间。 Q 这个版本中单不但要回传统法师，还要会张飞元科这种坦克刺客，现在这个版本应该对你相当友好吧。 A 不一定吧，我也小半年没打了。 Q 想问一下老帅，中单担任指挥家队长确实会经常犯错吗？ A 看个人吧，犯不犯错和你承担什么责任并没有什么关系。 Q 大哥觉得适应王者荣耀现在的版本需要多久呢？会因为磨合时间选择不首发吗？很多人希望看你打中路，你自己对于位置有什么看法？那希望大哥新赛季加油冲呀。 A 我自己预期是超过一个月的不会首发，不能拿队伍的成绩做赌注。 Q 第一次上王者用的是哪个英雄呀？会不会有点不记得了？ A 蜜月，15年底刚出的蜜月无敌。 Q 诸葛和李白对上怎么单杀？ A 骑到他的脸上吃掉他的大招，一套把他撸死。 Q 老帅中单如何打出高额输出，比如炮台法师40以上的输出？ A 找四个青铜队友五排，或者直接都让他们挂机。 Q 你怎么看带年龄和电子竞技的关系？ A 年龄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年近30的选手会有表示身体状态影响的问题，当然我才24还差得远。 Q 想问夏老帅，一个队伍的成绩和辅助关系大吗？感觉这个游戏对辅助的评价很两极分化，有人说很大，有人说没关系，不知道你怎么看？ A 还是挺大的，要有想法，动脑子是一件很累的事情。